任香港金像奖港星黄秋生担任颁奖人，依旧是有话直说。还有没有香港电影呢？嗱，呢个系出人意表啊，你估唔到啊。但系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咧，就系喂，我哋年年都有香港电影，好合理啊，系嘛？暗示香港电影可能不存在，让全场鸦雀无声。原来这句话是冲着成龙而来。就是现在没有说，什么香港中国电影什么，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，也是中国电影，也是中国电影。今年三月，成龙的《中国电影论》在文化领域上大搞一中政策，遭批评狂拍中国马屁。我们现在欢迎香港来的超级警察。成龙以超级警察和醉拳在香港发迹，如今却已连续三年担任中国政协委员。今年金像奖也受邀参加，让黄秋生暗指此人不知是代表中国电影还是香港电影。香港的步速就很快的，如果有一个人在某一个范畴入面消失了两三年，就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乜水的了。所以呢，就容许我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自己先。除了暗讽中国打压言论自由，自己可能被消失，新科影帝古天乐也来赞虾。我哋香港人点样做我哋自己香港电影？黄秋生堪称演艺圈大炮，就会为了香港电影不惜和成龙杠上。三立新闻上的报道。